尖刀恩碎步一出甩枪爆头，又猛然回头查看警架，此刻要小心逼缺的回房架枪等待。果真有人立冬床点再爆头，哇塞，已经捅破天了。你现在所看的是 SK 战队对战 ID， 主角是世界突破手尖刀艾伦六六，地图是 CPU， 此时阵型是41B。快速来到一厅，准备要突破，先把 C 四扔下，查看中路是否有。P 探出非常讲究细节，突然狗蛋身亡，小跳查看还好，二狗补枪，锁住警家方向。闪出查看一包点，有人快速点射击杀，同时被埋。先不要慌，往后撤退，疯狂扑向基地。小心菊花，又快速跳出查看包点，晃枪爆头，突然受袭被补枪身亡。此时阵型全。一马当先为队伍开路，进步摸中路，仔细搜点，准备发起进攻，等待队友前来。又到黄金时间，先下蹲架枪，先扔出五封烟，准备上前同时吃个满雷。已经摸到近点，向 B 区域警家抛出三急停，疯狂泼水爆头，不到一秒再爆一，猛然回头又再爆头，气势如虹。换英四上前找人，对方极可能保枪摸向二楼，吊枪查看桥底，尽量打掉 CT 的枪械来重创对方的经济。对方隐藏的地方太多，想找到人也不容易。 C4 已经爆炸，结束本场比赛。来到下半场，此时阵型三一两地，快速扔出道具吹破，靠枪架枪，竟等待对方的前来，非常考验人的耐心。又快到黄金时间，更要特别小心。根据爆点，B区人多，要及时回防。不确定一区是否藏有老六，疯狂穿墙警告。先把狗蛋顶上箱子。此刻狗蛋取得首杀，迅速出来，对方道具铺天盖地，甩枪爆头上前查看，晃枪再杀一，同时被狙身亡，交火异常激烈。此时阵型四一 B， 手持 O 四随时轰炸，等待哨兵的消息。又来到暗角，疯狂穿墙。继续穿射，此刻奶狗取得首杀，赶紧扔出中路三，再回头抛出四，三人中防御破，再又扔出中路三，奶狗没开二度，艾伦大步上前甩枪击杀，还有不到一秒，双杀在手，继续穿墙，
感觉不安全，继续扔出反弹物。突然狗剩身亡，艾伦大力翻墙。对方已经回天乏术，祭司掉下狗蛋前来协助，最后被二狗所杀。